老头轻轻往锅中撒了几颗绿豆，在水中产生的威力堪比手枪子弹。看着老头这小伎俩，老婆婆只是不屑的一笑。只见她双手发出内力，火焰的温度瞬间被升高，仅仅只是一瞬间，麻辣汤就开始沸腾翻滚起来，一只红色的恶狼幻化了出来。眼看老太婆占了上风，老头也开始发力，在他的内力加持下，火焰的温度往一边倒去。眼看火候已经够了，老头又往锅中撒了一把银耳。当恶狼扑过来时，浓汤中竟幻化出了一只乌鸦。这一幕气坏了老婆婆，只见她双手一挥，一把枸杞飞入了锅中。当枸杞接触红汤的一瞬间，一只老虎飞了出来。见状，老头抓起一把大蒜，再次扔入锅中。紧接着，一只长长的天鹅头钻了出来，虽然阻挡了一只，但其他的还是直扑了过去。危机时刻，天鹅张开了双翅。